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中有一句很唯美的台词，是这样说的：世上有那么多的城镇，城镇有那么多的酒馆，他却走进了我的。你看，我爱你，早就命中注定了。除了你，我谁也不想要，我只想抖落一身星光，从此长眠于你心上。我只想用所有的深情护你一世周全。当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，脑海里想的都是她，会把她装进自己的心里，好好的爱她一辈子。爱一个人是看得出来，感受得到的。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男人，能做到这六点中的任意两点，说明他深爱着你。趁他不注意，经常亲吻他。有人说，世上最撩人的亲吻，该是两情相悦的唇舌相触，那令人动情却不会让人觉得色情。吻是很神圣也很浪漫的一件事，如果不是真心爱上一个人，是不会随意亲吻对方的。情人之间的吻是很珍贵的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希望能亲吻自己爱的人，都希望把自己的吻留给最爱的人。爱上一个人，心里就有了一座城，而这座城只能住一个人，心里再也容纳不了别的影子。男人真正爱上一个人，情到深处的时候，总是会趁他不注意给他深情一吻，吻到海枯石烂，地老天荒。过马路时牵他的手，即使吵架。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：毫不犹豫地牵手过马路，是这么多年来你在大庭广众之下给我最好的温柔。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就是明明我可以自己过马路，但你仍然坚持牵着我的手，即使吵架吵得再厉害，你也不放心我一个人过马路。爱你的男人在过马路时不仅会牵着你的手，而且还会始终把你放在比他安全的位置。比如开始过马路时他在你前面，快走完马路时他在你后面。有时候男人的爱很简单也很纯粹，他们不会想那么多弯弯绕绕。爱上一个人，只想把对方护在手心，把最好的都给他。他爱你，所以愿意把你的手放在他掌心里紧紧握住。无论沧海桑田，他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和你手牵手，一起走过世界上幸福的地方，看花开花落，赏云卷云舒，一起看他喜欢的电视剧，陪他感动。爱一个人就是要陪对方做他喜欢的事，陪他一起寻找他喜欢吃的食物，感受美食的诱惑，陪他一起看他喜欢的电视剧，陪他笑，陪他哭，陪他感动。爱情是需要陪伴的，两个人在一起后，你还什么事情都让他单枪匹马去做，那和你恋爱的意义何在呢？有时女人要求的很简单，只要你愿意多花点时间陪她，伤心的时候给她一个肩膀依靠，开心的时候和她一起欢呼雀跃，她就很满足了。男人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一定不会让她受委屈，舍不得让她一个人在家里独自吃饭独自看电视。他哪怕再忙，也会抽出时间和你共进晚餐，或者和你一起窝在沙发上看你喜欢的电视剧，陪你一起为男女主角矢志不渝的爱情而感动。陪他买菜杀价，他做饭你做汤。作家三毛说，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，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。最好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的友情饮水饱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，是他负责挑菜，你负责杀价，他负责洗手做羹汤，你负责摘菜洗碗瓢，他负责下厨做饭，你负责吃完不剩。男人对一个人动了真情的时候，会心甘情愿地为他改变自己之前的生活习惯，就算原本很讨厌菜市场的嘈杂和脏乱，也愿意陪着他一起买菜杀价。哪怕食指从来没有沾过阳春水，
也会亲自下厨，为了他做一碗汤。爱一个人不就是应该这样吗？愿意为了他改变自己，好好的学会买菜，学会做饭，每天为他制作充满爱的美味佳肴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背他，或者停下来拥抱他。有人说，真正喜欢一个人，看到他就想和他拥抱，就想把他拥入怀中，给他最好的温柔，为他遮风避雨。爱情总是让人变得格外勇敢，以前觉得难为情或者不敢做的事，如今想都不用想，就很自然地去做了。以前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下背他或拥抱他，现在连接吻都不会脸红。女人相比于男人来说，往往更加敏感和多愁善感，遇到事情的时候更容易产生脆弱无力的感觉。这个时候男人就需要多给女人一些体谅、关怀和拥抱，让她有安全感。爱情从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如果想要爱情长久保鲜，就要不断地给爱情注入能量。特别是对于男人来说，最好能时不时给他带来一场惊喜，可以是一束鲜花、一份礼物，或者一个甜蜜的拥抱。永远不会丢下他一个人，无论怎样也要让他安全。电影《无问西东》里，陈鹏对王敏佳说，你别怕，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，我会跟你一起往下掉，不管你掉得有多深，我都会在下面给你拖着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就怕你掉的时候把我推开，不要我给你拖着。真正爱一个人，不就是应该像陈鹏这样吗？他饿的时候给他准备一顿丰盛的美食，他冷的时候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，他想哭的时候给他肩膀依靠，他受到伤害的时候挺身而出说，别害怕，一切有我在。一个男人动了真情的时候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永远都不会丢下他一个人，就算明知是飞蛾扑火，还是愿意舍去一身的血肉为他披荆斩棘，护他一世安全。因为爱他，所以心里每时每刻想的都是他，心甘情愿做他坚强的后盾，想一辈子陪在他身边，在他脆弱的时候扶他一把，牵着他的手一直走下去。男人动了真情是什么样子？大概就如网上说的那样，我想和你一起骑单车、吃火锅、手牵手过马路，在人潮拥挤的街头来个拥抱，在目光相遇时来个微笑，深情注视时脸红心跳，不期而遇时眉眼带笑，把情话尽吐，恩爱尽秀，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的人，动不得半分。一个男人只有在真正动了情的时候，才会对你说从未说过的话，做从未做过的事。只要你愿意，他就永远爱你，你要是不愿意，他就永远相思。一个男人动了真情的样子，就是愿意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，哪怕是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，他也愿倾尽一世温柔，疼你入骨，爱你入魂。今天与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聆听。